帮我查一下现在的宋雨菲，她有些奇怪。你想查哪方面的？宋雨菲和平时的言谈举止都不一样。那我帮你查查吧。老爷子不是很喜欢她吗？她不会做什么奇怪的事吧？先查完再说吧。那是晴天，这块是晴天，完了之后晴天自建的时候就要打。然后这边小鸡一号到小鸡十号，然后说哪个路，然后哪个就开始录，然后不录的就先停着，好吧？到时间的时候后面我俩给他跳着点。蝴蝶步，完了之后，就然后导演拍的啊，来了，嗯，挺好挺好，啊，正好你们来了，咱们就把这戏走一下，没什么问题，一会儿直接拍好吧？这场戏，刑天你在这边，然后去拉静月，拉完之后说完台词之后，直接松手出剑。出剑的时候一定要笑一下，笑得凄惨一点，然后倒到地上，你看他笑了，然后你冲上去抱住他，开始惊月惊月的叫 ，OK 吗？好的，导演 ，OK 吗？没问题。行，好，来走，来，咱们各部门准备一下啊，来，服化老师，梳妆赶紧，道具，剑，来啊来，辛苦了。手怎么这么凉？你咋害怕了？别紧张，当成试戏就行。来，两位老师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各部门准备啊！来，录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说还是不说？既然你不说，我就成全你。停，要有一点动势啊，就不是木头，刺中身体要攻进去。来，从刺开始。来啊，咱们再来一遍啊。来，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别笑得那么憨，虎像虎像啊，再来再来。好，我们再来一遍啊，来。再来一遍，再来，开始。季月，季月。
咱们按刚才的排一遍啊，动作慢一点，好吧？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杀了他，为锦儿公主报仇。停停停停停！还处理一点伤口，怎么样，锦香？对不起，导演，我刚走神了。没事，这样，你先回去休息，然后我们先拍其他的。导演，我没事了，我还可以。听我的，听我的，先回去休息。导演，好吧，先回去休息，回去休息。谢谢导演。你别，赶紧，你别。换场，换场，换场，第二六张，换，换场，换场。戏我就先回来了，你耽误什么事儿？你今天辛苦了，早点休息吧。不是宋雨菲，而是另一个女孩，所以我才会有心动的感觉吗？可真的会有这种事吗？要干嘛？实习。实习。我跟你说啊。我那天本来想下停车场去要李天元的签名照的，结果我一下去就被车撞了。第二天我想着说到停车场去找我的监控录像，你猜怎么着？那段录像直接就跳过去了，你敢信？所以你之前说是帮你闺蜜 P 图，其实那就是你原本的照片。我跟你说了实话，你死活都不信，那我也没得办法的。那现在还有办法变回去吗？变回去？那要不再被车撞一次喽？
你确定？我开个玩笑。先凑合这样吧，也挺好的，不愁吃不愁穿的。这件事现在先不要告诉别人。没问题。不过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啊？嗯。你为什么要隐婚呢？又出钱养又出力捧，对你没有好处呀。这不就有好处了吗？想我啦？拍了一天戏还约我见面。英姐，嗯，今天我在片场，看见宋雨飞给秦锦霄送这个。秦锦霄失了好像有一阵子了。宋雨飞给他？对。这两个人的关系果然不一般。他们不是谣传吗？谣传？秦锦霄和宋雨飞是？秦锦霄，接下来有好戏看了。感觉世系的好像占兵便宜。来。哎，我的屏保呢？我的照片儿，是我给秦锦霄的药吗？我刚才看到了你的新闻。我的？难不成还是我？阿坤，要的事情怎么传到网上了？不知道啊，小哥，我走到哪都是包在人在，包破人亡。哎，坤哥，你能帮我买几杯咖啡吗？谢谢啊。哥，昨天李天元让我帮忙买咖啡，只有那半分钟时间包不在我身上。先去片场，拍戏重要。哎，他来了！他来了！他来了！秦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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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近有爆料说您精神状态不好，一直要吃药物维持，精神状态是不是会影响您拍戏呢？肖哥，
现在怎么办？秦老师，你现在有什么症状吗？秦老师，阿坤，秦老师，你现在有肺进行。秦老师，可以开门吗？秦老师，听闻传闻你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自闭症的发现，有没有？真的吗？您现在身体状况恢复的怎么样呢？问你身体是真的不好吗？谢谢关心。有什么症状呢？请证明回答我问题好吗？为什么在解释一下吗？请解释一下吗？您是不是一直在服用药物啊？您是不是长期在服用药物啊？秦老师，回答一下。秦老师，你不要回应，要是我的，你要正面回应我。这是谁？我有抑郁症。可以解释一下吗？你们是什么？你们俩传闻是真的吗？哎哎，赶紧走，干嘛呢？快走快走，干嘛呢？快走快走，把这个裤子拿走。为什么要说自己有抑郁症？你是演员嘛，那这个负面新闻对你影响不好啊。你承认自己生病，以后演员这条路会不好走。我本来也不想当演员啊，而且按照你的脑回路，你不应该认为我冲上去是为了博人眼球，引起关注吗？博人眼球，还有更好的主意吗？只要锦儿一人在我身边，足以。OK， 过。转场通话员，拍摄26期3场。昨天我兄弟拍视频拍到了这个，我给你看一下。今天早上怎么回事啊？今天早上，今天早上主要我们是被人堵了。秦锦霄不是要拍戏吗？我一个小演员，担当一点就没事的。你一直都那么善良，还有谁看过这视频？我让他发给我之后，眼瞅着他删的。那麻烦你把视频传给我，然后你也删掉，这个传出去对戏有好。好。哎，这件事儿也不知道谁捅出去的。如果不是你，锦霄哥未来的发展会有不小的影响啊。什么事儿，宇飞？这么神神秘秘的。我想问问你啊，关于药那个事情，你知道是谁传出去的吗？你在怀疑我吗？锦霄哥名誉受损，的确对我最为有利。也有些谣传说是我搞的鬼。但我真没有想过，那你也会怀疑我啊？不是的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问一下，我没有太考虑到你后面的感受。没关系，我知道，在你心里，我和锦霄哥相比，的确算不上什么。啊，不是的，我一直都很关注你的，你看，你看，这是你的微博，每条我都有点赞跟评论的。怎么来了？
怎么打扰到你们了？没有，你把手机还给我。把明天拍戏的台词记好再拿手机。那我也得看手机记台词。我已经打印出，去管阿坤要。景霄哥找我有事儿啊？离宋雨飞远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她是我的女人。什么？哎，那看来景霄哥还不知道，雨飞一直在默默关注我吗？啊？他不知道的多了，比如药。到底是不是你打的？老师，您稍等，我去帮你拿下鞋子。台词背好了吗？差不多吧。我看剧本，一会是要跟李天元搭戏啊。你就那么喜欢李天元？那当然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为了要他来签名，我都被车撞了。那你知不知道，要的事情就是他报出去。不会的，我问过他了。如果是他骗你呢？你可以不喜欢你不喜欢的人，但请你允许他们的存在啊。肖哥，没等雨飞姐一起就回来了。我可能喜欢上宋雨飞了。哈？肖哥，你别开玩笑啊！要不是他在你父母面前装可怜，他们也不会逼着你跟他隐婚，又给他安排角色。你不是说他有双重人格吗？我有可能喜欢上他另一种人格。另一种人格？很真实。有点笨，还会做饭。那不群演里面随便扒拉两个女生都这样啊？说了你也不懂。叶叶婷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过去说。优姐，怎么了？秦景霄手里有你拿药的视频。什么？婷婷亲眼看见的。这件事情
一旦爆出来，你会被骂到退网，而且这个戏都有可能换演员。怎么会这么严重？秦景霄服用精神药物的事情本身就在热搜上，一旦爆出来是你搞的鬼，洗都洗不白。况且你现在的资源也没办法跟他拼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还是没得谈，只有找到他的弱点才行。但我手里又没有他的证据。优姐，你说的证据是？我手里有他和宋雨飞回家和去民政局的照片，但是我又不确定这两个人是不是结婚。离宋雨飞远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她是我的女人。今天秦景霄亲口对我说，宋雨飞是他的女人了。宋雨飞现在在哪儿？喂，宋雨飞在哪儿？秦老师啊，宋雨飞现在很安全。想让我做什么？也没什么，就是希望秦老师可以动动手指，把李天元拿药的视频从手机里删掉。你是苏优？还挺聪明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？我当然知道，我在保护天元。你手里有任何对天元不利的证据，我都要想办法拿回来。但是如果你想要报警的话，宋雨飞的安全问题我可保证不了。视频我会删掉，把人放了。你把删除视频的录屏发给我，我给你地址。记得一个人来哦。优姐，咱们有必要这么小题大做吗？现在可是犯罪。天元，你是我的艺人，哪怕有千分之一的可能毁掉你，我都不会允许。我只是担心秦景霄会报警。不会，我了解他。别忘了，他以前可是我带的，只不过背叛我吧。那他会不会把我拿药的视频备份下来？他既然来救宋雨飞，我又怎么可能没有防备呢？这，你准备把秦景霄救宋雨飞的视频拍下来威胁他？不仅如此，我还要让他亲口承认他和宋雨飞已婚的关系，然后要挟他。
让他把所有的资源都给你。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，演员就应该用心演好自己的戏，而不是勾心斗角。我一定要想想办法。肖哥，我跟你一块儿去吧，多个人能多个帮手啊。没事，他们只是想要视频而已，记得别告诉任何人。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啊。是和宋雨菲隐婚的，跟我解约之前还是解约之后？和你有关吗？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回去你吧。我打车回家，他们找人把我绑起来。没事，都过去了啊。都是我不好。
太敏感，竟然心酸还隐瞒，不如就分散。他们装了摄像头，是要把咱俩隐婚的事情曝光。你给我远点，别他们发现了。你忍着点儿，我打你一巴掌。我不怕别人知道，现在以后都不怕。出来吧，田园。优姐，这什么有用的都没拍到。这宋雨飞够聪明的，直接使我在旁的试戏。田园，嗯，你喜欢雨飞吧？优姐，你别开玩笑了。我怎么可能喜欢雨飞呢？姐是过来人，你喜不喜欢他全写在眼睛里。只是你自己清楚，以你现在的身份地位，争不过秦景晓，对吧？嗯。只要你够狠，财富、女人都会是你的，你只需要在现场让秦景孝拍不了戏。哥，你没事吧？辛苦你了，早点回去休息。好。麻烦大家别开闪光灯，谢谢。
旁观，纠缠评判再短，只是习惯释然。你说放眼了看，不过是你在试探，你说会在彼岸，让我不要太敏感。竟然心酸还隐瞒，不如就分散。走过这一站，原来天色已晚，伤感入戏心坎，是心情变阴暗，也没人管。你看他不像你一样浪漫，最好把难过的事平淡。夜晚风太大，记得窗关一关。这话你说一番又一番，计算眼泪有多少灵感，转眼一看，原来是我在轻叹。开窗户啊，马上。看什么？再看把你这些都吃掉。嗯，都是我的。多少记忆看不见你的消息，你在谁的身边那么刻意，多久了还没忘记，凌晨三点半的你还不睡觉熬夜等谁消息。你别再犹豫，别再分不清我们之间存在多少距离。你别再靠近，别再做多情，我的心情不由你。爱能否可以不再继续，你和心飘忽不定，别再继续让爱变透明，是我的问题，但没有意义。说句再见吧，别说再见，你知道我的心容易改变。别再拖延，这感觉危险，所有情绪萦绕在我们之间。好满足啊，吃完螺蛳粉。两个人的戏，好开心哦！不用拍戏，那么开心啊？当然了，拍戏又累又苦，你不知道上次那场戏我跌了多少次啊！你看我的疤到现在都还在，痛。这点苦都吃不了，还当演员？我本来就不想当演员啊，我一个娱记出身，而且本来我的梦想是想说。给李天元当助理，你
给我当生活中的责任。哼，休想打着助理的名号使唤我。今天一早爸妈打电话过来说，趁着今天不出工，晚上一起吃个饭，聊一下后面婚礼的事儿。婚礼？嗯。妈，我们来了。哎呦，来了，雨飞来了，快进来。嗯，快坐吧。阿姨好。服务员，上菜吧。于飞呀，阿姨给你点的都是你爱吃的菜。谢谢阿姨。看来秦锦霄的高冷是继承了他爸呀。叔叔好。哎，你好。还别说，锦霄跟您长得还真像。宋雨飞，嗯，你出来一下。怎么了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那不是我爸，是我舅舅。你昨儿不是说你跟你爸妈打了电话吗？你没看到旁边还空着个位置吗？那怎么办？不知道，自己想办法。叔叔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嗯，来了，坐。好。苏总最近忙不忙？啊，我最近嘛，就陪着天元在剧组。这不是听说您有一个项目要开了，带着天元过来认识一下您。哦，那个戏啊，那个导演好像对秦锦霄有点意思啊。嗯。不过到时候啊，我可以帮你问问看看。嗯，锦霄挺好的。不过我好像听说他最近爆出来一个隐婚的消息，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啊？哎，娱乐圈嘛，真真假假的，到时候啊让公关处理一下就行。嗯，有演技，人长得又帅，至少收视率是有保证的呀。嗯，可是万一他真的隐婚呢？消息万一爆出来，这里有一瓶红酒，去拿一下。好，来，苏总。来，林总。谢谢。哎，雨飞啊，你看你跟锦霄的这个事儿也已经报道出来了，是不是什么时候把婚礼给办了呀？现在还太早吧？不早吧，锦霄都已经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了呀。妈，我最近还要拍戏，等拍完戏再见。这
等到拍完了戏，差不多也快到年底了吧？天气都有点冷了呀。啊，对呀，阿姨，我从小就怕冷，基本不出屋的。几点了？几点了？我都是那会儿穿的少，现在老寒腿都犯了。您看看我今天穿了多少？您看这条秋裤，它是黑科技材质的，它能自己发热。还有这条绒裤，您看多厚呀。还有这条，它是条牛仔裤，您看看。雨飞呀、啊、你要是担心这结婚生子会影响你的事业，那再等等也可以。但是你不能用这种方式来搪塞阿姨吧？妈，雨飞是害怕我受影响，结婚的事情我们会规划好的。今天就先吃饭吧，啊，吃吧，吃块肉吧，谢谢。咱们两家就是世交，雨飞，当初真是委屈你了，为了完成爷爷的遗愿。选择跟景霄离婚。喂，雨飞，我们能聊聊吗？不用了，我现在有事儿。我就在门外，我们能见一面吗？叔叔，阿姨，我先出去一下。啊，好，去吧。你们准备公开了？藏不住，正好合了你们的愿。那今天吃饭是聊婚礼的事情，看什么日子合适。雨飞，我知道你一直对我有好感，我一直喜欢你的，你真的要嫁给秦锦霄吗？不然呢？嫁给你好让你绑架我的时候更方便。这些都是苏优的主意。我不管是谁的主意，我只知道我被绑架的时候是秦锦霄不顾被曝光的危险来救我。没错，我以前是喜欢你，但是你要明白，那是粉丝对于偶像的崇拜，不是男女之间的喜欢。当我知道你拿走药的时候，我就不崇拜你了，我对你是恶心。雨飞，我只是不想让秦锦霄把你抢走。可就是你亲手把我推进秦锦霄怀里的。你不能因为赌气毁了自己的幸福。我没有赌气啊，而且我是真的喜欢秦锦霄，发自内心的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。对了，上次绑架是秦锦霄不让我报警，否则咱俩现在聊天的时候中间会隔着一层厚玻璃。世界另一端总有一个我呢喃的话总说一半，因为你总在旁观，纠缠评判太短，只是习惯释然。你说放远了看，不过是你在试探，你说会在彼岸，我不要太敏感，竟然心酸还隐瞒，不如就分散。错过这一站，原来天色已晚，伤感入戏心坎，是心情太好了。哎，你慢点。不好意思，叔叔阿姨，该有点工作上的事情了。哎，没事儿。
刚才呀、啊，景娇出去找你，回来都跟我们说了，你这种事儿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呀？什么事情？这以后啊，在剧组啊，千万别累着了。这怀孕了要多注意身体，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。阿姨知道啊，你这担心怀孕了这身体走形，以后呢就不催着你们办婚礼了。放心吧啊。酸而辣，多吃点啊。狗了吧，一点忙不帮就算了，还说你怀孕。今天吃饱了吗？没吃饱，我气饱了。自己的剧本去。你不是早就已经背完了吗？我的剧本在现场呢。那就用手机看。不，谁让你跟叔叔阿姨说我怀孕了？给不给我？不给。不给。就一起看吧。好了，看剧本还能干什么？小姐，你来了。你干嘛喝这么多酒？明天不拍戏了？拍啊！为什么不拍？你知道你在干嘛吗，李天元？干什么？我当然知道我在干什么，我不就是按照苏总理的安排，一步一步变成你的赚钱工具，变成一个木偶。李天元，你现在年纪很小，圈子水很深，你把握不住。我当然知道我把握不住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也不会去绑架宋雨飞，让他对我这么失望，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，每天装作一个小男孩到处卖笑。天元，你喝多了。我没喝多。之前说好的事儿，我会去做。但事成之后，你我之间的合同，要好好再改一改。怎么，害怕怀孕啊？
赶快起来了，陪我去面诊。我不想去，今天没有我的戏。那我跟导演商量商量，你多加一场戏。天元，怎么了，尤姐？一会儿。放心吧，那把剑如果不从他的脸上划过去，那就应该是直接穿过他的身体了。没必要，天元，他跟你不是一个路线，把脸划伤，让他演不了这个戏就行了。剧组不都是有保险的？走了。导演，啊，导演来了。导演，我们对一下戏啊。好。这场戏你俩上来先讲台词，嗯，然后这是大结局，天元你已经为爱入魔了。好，而锦霄你这边呢是不能出剑的，因为这把剑是静月的身体所化，你要通过这把剑灵去找到静月。导演，你出来，雨飞。导演在讲戏，有什么事一直在说。拍完就来不及了。宋雨飞，在片场没有什么事情比拍戏更重要。这件事情比拍戏更……出去。导演，不好意思 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您接着讲。嗯，然后你不想和天元打，然后天元你这个时候，这个剑从这边划过来啊，然后咱们就拍到这儿，其他的特写补，好吧？好，没问题吧？嗯，来，咱拍一遍。好，来，道具老师给演员剑。刑天，今日我若不杀你，魔界的三亿生灵就毁于一旦。拿进来！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搞什么搞？不是说刺了就停吗？导演，不好意思，受入戏太深了，是我的问题。锦霄哥，你没事吧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根本就是故意的。雨飞，你可别乱说，我怎么可能是故意的呢？你跟苏优商量好了，要划伤秦锦霄的脸，那拍不了戏。所有对话我都已经录下来了。导演，李天元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你已经被剧组开除了。如果你还在组里，那我走，收工，今天不搬了。没事，天元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回事？都是你出的主意。好了，
现在不用拍戏了。你别急。我怎么能不急？剧组不会让这种事情传出去的。我晚点，我跟制片人打电话沟通一下，我再给沈总打个电话，你直接去他那个戏就行。你直接说秦锦霄欺负新人。真的没事儿？没事儿，你相信我，我会处理好的。喂，苏总啊，又来个大生意啊？哎呀，没问题，保证办好。啊，现在就去是吧？好，我马上安排。你去找趟老七，让他去影棚那一趟，按苏总的要求办。哎，等等。你把这个给他，告诉他办完事之后直接回老家，这阵子消停点，别给我惹事儿啊。好，慢点。来，走一个。来，走吧，去休息一下。走吧。我今天是误会你了，生气了？生气了。那怎么样才能消气啊？我今天收工早，请你吃个饭。这样吧，你亲手煮一碗螺蛳粉给我吃，本大小姐就考虑一下。消点气。好，亲手给你煮一大碗臭烘烘的螺蛳粉，只给你一人吃。对对，你把做螺蛳粉需要的材料都买一份啊。嗯，对对对，全都买上。动手。雨飞，啊！变回去，那要不再被车撞一次喽？没想到，真的应了我那句要被车撞一下的话。你别乱说，你会没事的。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。别，你别忙了。让我世人哽咽，这一切我过的只是一场梦而已，只不过真的好痛。雨飞，
你会没事的，啊。其实我能认识你这个大明星就已经很满足了，只是我一直都有一件遗憾的事情，我从头到尾我都没能真正的跟你说一句喜欢你。我是真的喜欢秦锦霄，发自内心的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。晚些时候再做个脑部 CT。 陈大夫，病人昏迷了十几天，身体都已经恢复了，您看什么时候能醒啊？这个现在还说不准，不过他的脑电波慢慢在变强，这说明醒来的几率还是蛮大的。那就好。哎，你有哪里不舒服吗？甜甜，宋雨飞，你终于醒了，怎么看个开机医师还能被车撞啊？我真是服了你了。你说什么啊？你不记得了？先不要过来！厕所在哪里？厕所？厕所在那里。哎，你刚醒，慢点。干嘛呀？才刚醒过来，先别乱动，快回床上躺着去。公司那边我已经帮你请假了。我手机呢？我不知道啊，把你手机借给我。多关注我们的信息。手机接不接啊？接不接热线了。你好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哎。世界另一端，总有一个我呢喃，但话总说一半，因为你总在旁观，纠缠评判太短，只是习惯释然。你说放远了看，不过是你在试探，你说会在彼岸，让我不要太敏感，竟然心酸还隐瞒，不如就分散。错过这一站，原来天色已晚，伤感入戏心坎，是心情变阴暗，也没人管。你看他不像你一样浪漫，最好把难过的事
麻烦大家别开闪光灯，谢谢。三十桌就行，我们不会叫那么多人。现场记得不能让大家拍照片发声音。对对对，多叫几个人看着。后续我们会发相关的新闻。明白。陈老师，这衣服您穿的真合适，别人都穿不出这个气场来。笑，你开门。麻烦您稍等我一下。啊，行，你先去忙。这一站，原来天色已晚，伤感入戏心坎，是心情变阴暗，也没人管。你看，他不像你一样浪漫最好，把难过的事情。你干嘛不穿衣服啊？我了，我已经不是宋雨霏了。秦老师您好，我是您的粉丝。你看他不像你一样浪漫最好，把难过的视频不能靠虚妄的幻想，而是脚踏实地的努力。追星本来就不被现在的舆论鼓励，算什么美梦，白日梦而已。总有一个我呢喃的话总说一半，因为你总在旁观，纠缠评判再短，只是习惯释然。你说方言了或是你在试探，你说会在彼岸，让我不要太敏感，竟然心酸。发现了我的爱人，从此以后分散，我们各自安好，互不打扰。伤感入戏心坎，是心情变阴暗，也